看肺炎疫情哦，我们几乎是整个国家整种动员起来了啊。那尤其是我们的医疗科学的研究团队哦，全部都投入我们的防疫工作，或者检测工作，或者是疫苗的研发跟药物的研发的工作啊。那这个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勤的团队啊。所以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哦的疫情的处理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能够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的国卫院，就是这个所有的团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啊。我们的国卫院在2003年的 SARS， 那2005年的禽流感，到2014年的登革热，都展现了我们雄厚的这个防疫实力跟科技的能量啊，跟政府来一起解决问题，养兵千日就是要用在这一招哈。所以我们对于国务院的同仁，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辛苦哦，表达感谢之意哈。美国实验性的抗病毒的这个药物的名字叫做瑞德西韦，这个是被认为是极可能是有效的药物哈。因此啊，我们的国务院就积极的投入瑞德西韦的合成啊。我也要请国人放心啊，我们国务院已经建制了 PICS GMP 规范的生物制剂厂啊，也有足够的研发跟产制的经验啊，来为我们的国人健康努力啊。再一次感谢所有在单位上尽心尽力的所有的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以及我们强大的医疗后勤部队，我们一起来努力啊，我们的国人的健康做最好的把关。我也期待我们高端这个疫苗跟美国国卫院的合作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苗能够早日的开发结果，证明台湾的团队在疫苗的开发跟生产上有进军全球疫苗市场的实力。